原标题：曹操一生最大的失误，错失掉这一位人才，否则天下不会三分三国乱世之中群雄奋起争夺天下，最终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分天下。这三人中当属曹操最有本事，也最有魄力。曹操之所以能称雄北方，离不开他手下的人才。除了武将之外，曹操还有荀彧、郭嘉、贾诩、程昱、司马懿等谋臣，曹操礼贤下士，所以这些人甘心为他效命。但曹操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。曹操官渡大战胜利后，整个人有点飘起来，刘备和孙权也瑟瑟发动。这时益州的刘璋更加害怕曹操，于是他打算派遣使者到觐见曹操，表明自己愿意跟曹操搞好关系。这个使者叫做张松，张松是蜀中才俊，他看出刘璋暗弱，出使时他便背着主子，打算把益州献给曹操。张松听说曹操礼贤下士，于是他便想试试看看曹操是否当真礼遇自己。于是他觐见曹操时显得十分狂纵，曹操当时官渡大胜，正十分骄傲，看到张松这样的态度，对他自然完全没有好感。而且张松长得丑，史料称他短小放荡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叫做猥琐。曹操看到猥琐的张松，自然不愿意搭理他。不过杨修却看出张松是个人才，希望曹操挽留任用他，可曹操不愿意，就这样赶走了张松。曹操看错了张松，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，错失了张松就等于错失了益州，非常可惜。张松见曹操的故事被罗贯中写进《三国演义》时十分精彩，小说中张松看了一遍曹操写的兵法，竟能倒背如流。曹操怀疑自己的想法跟古人相同，便把兵书给烧掉了。而且小说中把张松出使曹操放在赤壁大战之后，实际上他出使曹操时赤壁大战还没开始。展开全文，张松在曹操哪里受到了一肚子气，回到益州后就怂恿刘璋与曹操断绝一切关系。当时又恰逢曹操赤壁大败，于是刘璋就听了张松的意见，因为对曹操的记恨，张松便反手想把益州献给刘备。在张松的指点之下，刘备后来果然取得了益州，进而又拿下汉中，形成了三分天下之势。曹操眼看着刘备拿下益州，紧跟着又打败张鲁夺得汉中，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要是当年他能善待张松，那么益州就是他的了。刘备得不到益州和汉中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无法实现，也就没有三分天下。曹操只需要击败孙权，照样可以统一天下了。可惜可惜，实在可惜啊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